我只能说声是感谢那帮人。最困难的事不是找个到他们伸出来援助的时候啊，帮助兄弟啊，还是很多人劝他，因为靠他一个人力量不行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做到现在。如果没有这里的话，可能一辈子在外面流浪生活。只要老师让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。如果我妈妈能接我，我就想出去。叫小红啊，很可爱的感觉吧？我不太想好朋友哎，也不会讲大姨妈，我觉得好不会，大姨妈很怪。为什么我们不敢让别人知道我们有月经？他有点大了，快点给他找房子。重金属接触的太多了，有些呢重金属的话会引起重金属的中毒。哎，你好，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哎，对，私人侦探。让你，哎，让你跟去啊，你害怕？因为环境的问题，所有的田地都已经枯萎，正在刮着沙尘暴，但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。我们拍了一些照片，您看，就是在垃圾场，就一个垃圾场。就是叫做望下村，不是美孚將大馬路。大車啊，好辛苦咁推到過去，但原來是賣得幾蚊。喺大石鋪頭嗰啲青苔啊，就當菜食。只要来的都有门，不来就没有希望。常来的都有希望。你问老李给找着老伴了吗？三年了都没找着个老伴。找多大的？找七八十的老妈妈子，俺不要。就说他们这些人来回来，回到家里的家庭负担也挺大。你到北京来了，没地儿住。你到我这儿，你说怎么住？有媳妇儿，哎，我这小卧室也不大。查了您的身份了，可以搬回来。可以搬回来是吧？跟我们断绝关系了，电话里都有录音的。我告诉你，户口还不能落在我这儿。毛主席来了，毛主席万岁！梅世荣呢，正在汇报的最后，他说呢，就是唐山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，因此这种地震呢是不可预测的，也是不可预防的。用事实才能尊重真理，他们可以控制舆论，控制新闻界，控制宣传，制造假象。其实我们做记者的啊，不要把记者自己简单的看成是一个社会事件的一个记录者，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他们把东西抢没有？摆下去。你们在这里摆东西摆了多久了？
几年了，一边过来了。他是有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他妈，他就像偷一样，道理都不一样的。啊，警察又没阻止，哎，他不用钱。前进，冒着共产党的腐败，前进，前进。